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的频道，我是兔兔狼。我们又邀请到帕米星星了，耶！好，我是帕米，我是星星。哎，大家看过上一集了吗？对他们有基础的了解。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非常大家最近流行的主题，叫做手控。请问你是手控吗？是吗？我是哎、欸。哎，没有，我在问观众。你超烦的！我刚刚那个顿点就是那种，我刚才在想我要回答还是不回答，因为又有一种很长的喉。他顿了，他就想，哦，我要回答吗？对啊，我想说我们两个又不知道时间了。好、欸，所以你们两个是手控吗？一半一半吧，还好。一半一半，就是也会看，但是其实如果还不是重点，这样不是重点，不是你放在很 top 的位置。对，那你呢？我蛮 top 的。那你呢？我其实对手也是一半一半，就是我会看手，可是我是看比例，整体的比例。我看我很看手，男生女生交往的对象，男生女生都看，一定要他手很重要。我们今天要来就是挑了一些手，然后给大家看看，我们就是来评分一下，就是这种手在你内心里是几分呢？然后我们还可以来猜一下这些手是谁的手。好，就这样，游戏开始了吗？我讲够清楚吗？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来喽。来，第一位选手，我们大家陷入一个谜一样的状态。这不是你吗？我刚才觉得他跟我衣服穿的差不多。今天我刚进来前拍的吧？对啊，准备好了吗，各位？好，好，一二三七，什么？都蛮高的哎。对，就很漂亮的手，不错啊，是漂亮的手。我很喜欢看到的就是这里有骨头，对，是漂亮的。不过越后面越漂亮，不知道、欸，不知道、欸，超这题目我们也不知道。好，来第二一位，这种就是传说中的火星手、还是什么手？火星手就是有一点关节感的那种。哦，你还知道、哦？对啊，因为就是手控这个主题，大家说哦，你是哪一种手这样子？来，大家准备好了没？好，三二一，八三。我也是八，我是三。为什么？我不太喜欢这种手，我不喜欢那个指尖有一种尖上去的感觉，感觉会富贵手，哦，照顾起来很累。哦 ，OK。我喜欢，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没有指甲油那些有的没的东西，感觉蛮干净的。狼嘞，喜欢点什么？就是干净啊，一样。其实我是一模一样，他刚才我完全认同。好来，下面一位。好，大家准备好了没啊？好了。好来，三二一，请给分。八分。八。一分？为什么一分？五分。因为他的指甲看起来。耶。我觉得我们要把就是下面那个彩绘的部分，你要先模糊掉，不考虑。或者是你可以因为彩绘扣分。对，我会因为彩绘扣分。可是撇除掉彩绘，如果他不做，今天不做指甲的，我觉得看起来偏 man。对，有点筋肉感的那一种，都是我这种。你用力也都用力，你是给他一分哎、啊。对啊，他会报警，所以我不喜欢我的手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太 man 了。那我只给五分。那我觉得我这样，我有就是我刚刚说这只手不错，那我就给他分数不错。我觉得我是一个标准合一的人。好来，好，下面一位。好来，我准备好了。好，三二一，五分，两分，六分，四。大家都不喜欢这只手，这只手不知道什么，很有一个爸爸的感觉。我觉得他就是爸爸，有一种妈妈感。他是妈妈，父母感。不是，对啦，家长感。家长，因为旁边放了一个小孩的手嘛。对，所以大家就偏不性感。好，来下面一位。哦，又是我的手。对啊，我会给他高分嘞，就是我的手，我给他高分嘞。好，三二一，请给分。八分，八分，一分。如果老狼的菜跟我一样，假设这是男生的手的话，他是非常漂亮男生的手。对啊，如果是男生，我也会很喜欢这一双诶。对啊，这感觉牵起来是好看的。对对对，然后戴戒指也是漂亮。对对对，我不喜欢那种戴戒指会好看的手。对对，因为女生我就觉得偏 man， 他应该男生，男生就八分，我觉得。好，我还是给他八分。指甲也好干净哦，好棒，好棒，真的在赞叹，有感受到你是手控的这个部分。因为我觉得要异男或者是男子的手这么干净，其实我认同你，就是如果他是生理男朋友，可以很高分，但是生理女朋友不容易，还好。好，来下一题。
挖一个洞，他在做花瓶，他没要给你看他在工作的样子，工作的手这样。对对对对，三二一八，八分，七，哎还不错，蛮平均的啊。嗯，就是修长啊，干干净净，干净修长。对啊，很标准的。我觉得跟一有一点像。对对。因为我觉得一你放在第一张，害我现在都不敢超越他的分数，因为我太喜欢第一张。第三个很还不错，对，我也喜欢第一个。好，来下面一位，好，三二一，请给分，七八九，我喜欢就会想签他，觉得不错，觉得不错，可以试试，我觉得看起来真的是颜值蛮高的，嗯，这样看就看出来，尤其是右边那一张，就看出颜值蛮高。嗯，你说因为他戴了一个手环，有一点漂亮的感觉，对啊，他手的弧度也很漂亮，就是不会太胖，也不会太瘦，关节也不会太粗。也没有抱青筋，对，就是啊，我就是可以被呵护的手，可以被呵护的手。那要是他平常做很多家事怎么办？也帮他保养。好，来啊，帮他保养，怎么没有人考虑就是帮他做家事的这一块？对，为什么是家事做到死啊？还是要继续做？对啊，还是要得继续做啊。对对，好了，下面一位，你好安静哦，这个很黑耶。对，右边看不出黑。好了，请给分啦，快点啦！好了，三二一啦，请给分。四六六，好低分的一手。哎，我给六已经不错了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好来，下面一位。哦，我准备好了，来三二一，请给分。六九八，哎，你超越第一双手了。对，对不起，你喜欢这一款哦，因为它的皮肤的嫩是有嫩到白里透红到看得到淡淡的血管，看到淡淡吓我一大跳，淡淡的血管就是觉得好像皮肤很晶莹剔透，很漂亮的感觉。这种手是我认为就是刚刚那种什么火星手那种手，所以就是我一直就是不太喜欢这种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很长很尖没错，可是就是会有一种不安心的感觉。我其实是因为右边那张照片扣了一点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很像贵妇手势吗？不是不是，是手指头的形状跟角度。怎样？就是会让那个手指头的形没那么好看。可是如果是左边那个照片的话，就会觉得其实左边还有没有？左边漂亮。我觉得右边大扣分哎。对啊，就是贵妇手势。对，就贵妇手势感觉有个名牌包在这里。好，来下面一位。他有亲亲，可是很漂亮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是男生的手，我觉得是 T 的手。来，准备好要请给分哦。嗯，好来，三二一，请给分。七分九，嗯，哦，很高很高哎，它右边很漂亮，是不是有套滤镜？没关系，你看型就好。是很漂亮的手。好来，好，我们现在公布解答，对不对？你们要猜啊？猜要猜？猜是我们认识的人吗？会是艺人，艺人或者是认识的网红这样。会有选项吗？我可以先告诉你们，今天的手全部都是女生。啊，那个呀，好想要知道那个 Mand 是谁。那个像男生的手很那个，我得扣分嘞。对啊，要把分数扣分。对啊，那就从第一个开始。太难了吧。太难了啦！是女，我们先问他这是艺人还是网红。好，第一个是太广泛猜不出来。艺人，他是韩国人吗？不是，台湾人。台湾的，是唱歌的。你知道他们其实应该是要抢答的。好，然后结果太难，抢答吗？那我抢答，王心凌、蔡依林。答对了，好厉害，太厉害耶！丹妮，抢答。这看起来是个艺人，因为他拿主持，他拿麦。是演戏的吗？还是唱歌？是演戏的。台湾人吗？不是。妈妈好好的拍一张手给我们，认真。演戏的。对。范冰冰。哇，好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完全没有画面哎，我这。对，玩不下去。这个我知道是谁。这个我知道是谁。为什么你们会知道是谁呢？你看到什么关键点？所以是你们认识的人。对啊，对啊，是撸吗？对，是。对，一直在怀疑。是女生的手，所以她已经生小孩了。她是一个什么？
他是艺人，他是艺人，他是艺人，演戏还唱歌，演戏。那个叫什么？括号家叫什么名字？林心如。对，他是林心如。生小孩？这怎么是林心如的手？这不是林心如的手啊！我也觉得不像。你给他两分哎。啊呵，一直口口声说喜欢的女生。好，下一个。这是网红的手。嗯，是网红 YouTuber 类的，他有在经营 YouTube 跟 Instagram。他的手跟另外一位应该也很像。尹吗？谁？对，叶，他是叶，对对对，叶。哎，可是你怎么知道是叶？你怎么分得出来？是我要来的啊！然后我在那边评分的时候，我在评分的时候完全想不起来是他的手。啊，这个我知道是谁了。你知道是谁？这也是女艺人吗？这个女艺人最近过的生活很惬意，一天到晚就是可能去爬爬山啊，插插花啊，坐陶艺啊。田馥甄。对对对对。这是明星吗？也是女艺人吗？不是艺人，网红。对，网红 YouTuber 类的。他们认识吗？认识，认识。所以是女同志。嗯。哇，他手上戴了一个跟我一样戒指。是要卡贝拉提问的吗？他都给我戴同一个戒指，你觉得是谁？是他吗？对啦，好烦，好烦。所以你们刚放自己打分数吗？对啊，打很高的，没有，我给九分呢。所以你们刚刚称赞我都听到了。来，下面一位，讨厌，哎，又一样戒指，就是你的手吗？就是我的手。很低分的手吗？对啊，我刚才说看不清楚，很黑。你的是刚刚拍的吧？比他还短，比他还短。因为由下往上拍，由下往上拍。好，下面一题，这个好难哦。这个一定是女明星，是看那个姿势。来，她现在在干嘛？有演戏也有唱歌，她有演前阵子很红的那一部剧《华灯初上》，郭雪芙。对啊，雪芙，不好意思，我给你很低分。好了，下面一题，网红的手，对，是我。来吧，来吧，猜吧。你怎么在更新的？还有别的提示吗？我们认识，他们认识。Error。对。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们高分呢。嗯，很漂亮，手真的很漂亮。好，那有总结出喜欢的手手了吗？有。我觉得你好像喜欢细长，然后嫩嫩的。对，嫩嫩的，那喜欢晶莹剔透的，好像喜欢细长干净的吧？就是如果说没有刚刚叶的手，其实没有算很细，可是我们两个喜欢到不行，真的吗？对，我们两个超爱，我就说哦，这个很好看，这个 man 的我好像对，有点精的那种就比较不行。好啊。那就是这就是今天我们分享那个手控的部分，大家还喜欢什么手？对，尽管分享上留言跟我们说你们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啊，喜好啊，都可以留言跟我们说。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记得去追踪他们的星星，他们的 IG 跟 YouTube 在这里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到这喽，想要说拜拜，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